国民党提名的秀林乡乡民代表第三选区候选人王沈刚竹16号在泥沙台风外围环流的风雨当中成立了竞选总部，包括了乡长王玫瑰、秀林乡长部主委李继生都来到现场为他加油打气。而王沈刚竹也表示，刚回到自己部落服务是他最高兴的事，以爱乡土为理念，希望能够改落部落的生活。16号虽然受到泥沙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源部落可以说是倾盆大雨，不过并没有受到村民们热情的影响。秀林乡第三选区乡民代表候选人王沈刚竹在村民们的支持之下成立了竞选总部，秀林乡长王玫瑰也大力的推荐王沈刚竹，都是从年轻人思维的角度，就是很简单的感受去抒发他的他内心的一些想法，所以很棒哦！我想在这里，看到刚竹的努力，我相信我们的乡亲，我们的来到，也是因为看到一个这么有心向上的孩子，你们才要给他一个机会，对不对？对。国民党秀林乡党部主任委员李继胜也前来力挺年轻有为的王沈刚竹。刚竹的心是在原住民的心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小孩子很有爱心，我们要把这个孩子扶起来，我要把这个孩子拉起来，好不好？他一定会当选，他的爱心充满了整个我们原住民的部落，这样的孩子我们一定要给他拉起来，好不好？好。王沈刚竹表示，他是相当喜爱自己的部落，爱自己的家人，相当务实的在做事，现在事业有成了，他不只是服务南区乡亲，而是服务整个秀林乡。社会培养我有成，然后我单纯的想要服务，我回到我的根来这样服务，这样单纯的心而已。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所以懂得感恩的人不会做坏事。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一路上，太多人的指引，然后机缘巧合，很多善良的好事啊，就是我一直不断的了解了这个道理。我在做好事的路上，会有更多的好人一起来加入我们，然后让那个好的力量又更强大，造成我所谓的共鸣。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那么厉害的，但是加上大家的力量，我们就能突破，我们就能改变这一切，对不对？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团结才能改变。那我相信，团结就是为了孩子，我们为了我们的小孩子，为了我们未来，小孩子长大了看到的是自己族人们同心协力向外发展，向外争取资源。想想看，有多少的辛苦还读书的学子跟工作的格鲁古，他们在散播在外面，他们需要日夜的打拼嘛，很辛苦。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家当做后盾，而部落就是我们的家，对不对？对。王沈刚竹表示，村民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力量，也是最大的后盾。担任乡民代表之后，将会服务整个秀林乡，用自己的专业和服务热忱，改变部落的生活，让秀林更加幸福。记者九安球员报道。